金风之谷森林探险超快速攻略，组队以一到四人为主。进入后有四种龙可以选择：白龙等于反盾加嘲讽拉怪，绿龙等于防护罩加回血，黄龙等于绑王控场，蓝龙等于大范围伤害。不同的龙技能会有互相搭配，绿龙的防护罩加蓝龙的胶水等于防护罩变大，蓝龙胶水加电龙攻击等于导电，所以记得要跟队友一起行动才会打得快。进入游戏后，先在第一张地图练到五等，上面地图练到十等，练到十等的时候有几率其中一个队友变成黑龙，如果有黑龙直接带着队友前往喷火龙前一张地图打 boss， 路上也可以顺便敲怪一下升等。黑龙的技能很强 ，CD 短，打完直接进入喷火龙敲几下就死了。没有黑龙的话，十等也可以回第一关打王上十三等，去二上练十五等，去第三关练十七等，第四关练到十九等打王，二十等打喷火龙。绿龙的防护罩有减伤加超级格挡，搭配蓝龙胶水可以达到无缝衔接加90%的减伤。如果有黑龙，大概2分钟；没有黑龙的话，大概就8分钟。祝各位把把都有黑龙高速通关。